忍忍，那我们继续来下我们忍者必须死啦。那今天是我们二月一号的时候，先在面跟大家祝福一下我们这个新年快乐啊。那来看一下我们的人气大赏，这边的话应该是第二波的决赛了，来看一下究竟好不好，人气角色会是落在谁家。来，人气大赏这边的话，哇，不是这也太压倒性了吧，这真的很压倒性你看我们这边最高票的是零啊，第一届人气选拔最高票是零，然后第二票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小黑，大家是不是都觉得那个造型比较帅就选择他，结果反而这边最低的是我们的邪影好吧，不是最低的是天音啊，你们是不是在那边闹啊，天音当初不是也是很高票吗，天音当初不是很高票吗，就直接没有了结果现在最厉害的是这两个，是不是，好啦，我也是投零的啦，好不好，这边我们为他们投票，所以这一次我们最高票的是我们零，然后第二票是我们这个小黑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最新的这两只那个觉醒的角色，然后第三个高人气的是我们的那个苍牙，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那个伊赫，然后再来就是直接到达我们那个营销的地方了，就我们最帅帅哥还是输给觉醒的这个小黑啊，超难投的这也太扯了吧，怎么会直接变成是零至第一名呢，这个有点酷好，那目前来说的话，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都一直在卡我们那个镜像的嘛，那有观众跟这边讲说有一把武器好像是可以那个回复我们那个大招 20% 的那个力那个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看一下那把武器，他说可以回复大招 20%， 所以用了之后可以蛮爽的，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就是那个 能量赶快让我们累积大招的看一下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武器勒，听说到这个烤肉差不错，这个立即恢复150点的生命值和 20% 的忍术量值就是这个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带的是这个秘制豪串，是不是烤肉串，我记得我之前不是也有那个吗，对，这个啊，这个吧，不是这个是我们龙神响宴好不好，所以是要带这个蜜汁烤肉串好不好，这个大家推荐我们的，那我们来升一下心吧，让它变厉害一点点好不好，蜜汁肉串好不好，蜜汁肉串开升要升级至满级强化，然后消耗武器可以同时升技能没办法是因为这把他已经没办法升技能了啦，好不好，那我们就来升一下，这把是可以恢复我们那个能量的所以这个能量开下去可以开大招应该是不错好不好，那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过了这个什么镜像的这个鬼东西好不好，有点麻烦如果真的再过不了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直接选择好不好，直接选择那个直接选择开那个开勾玉复活了，妈卡到过年了，今天都已经是初一了好不好，不过真的是玩到初四就惨了，好，这边全部吃完然后再升星为了要跑那个把这个升那么高是在哭，好，来我们就来玩玩看了来继续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镜像之旅啊，观众说他是用这个打赢的，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他这个武器的话是能够增加那个的好不好，蜜汁叉烧这个点击换一下蜜汁叉烧可以直接回复我们的能量好，那我们就用九天收水直接冲过去应该会蛮有机会的九天收水先看一下这个武器能不能快速让我们吃多一点我忘记他刚刚说他能够增加什么东西了，反正他有能够增加我们那个 20% 的那个量这边后面如果用九天收水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一点点的好不好，带我们这个烤肉串各位过年佳节酒是要烤肉好不好，烤肉烤起来来35他要累积35，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吃下去应该是可以让大招马上满的，应该是没问题，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武器感谢观众留言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太好了太好了，来你在干嘛，先回点血，然后我们手残区
好，我、哦、这个会给我们护盾呢、啊。哎、欸，不够哎、欸，不够哎、欸，哈哈，不够哎、欸，等一下，怎么差一咪咪？大招不够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哎、欸，不够哎、欸！哈哈哈！哎，为什么不够？为什么不够？差一咪咪！哎、欸，不要闹哎、欸！怎么不够？为什么不够啦？白痴哦、喔！我加20%不够哎、欸！我已经加小超那些了，居然还不够。欸、那个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哎、欸。难呢、欸，不是应该要够才对吗？我都有升级哎、欸，干嘛、啊？哼！可是我们现在可以毁掉什么东西？好像也不行哦、喔。白痴了，还是要用上面那个去撞。就是我们身上刚刚不是有护盾吗？那个去撞一下旁边的东西怎么样？没有哎、欸，就是不够哎、欸，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这边还是能靠自己吗？前面都还可以先就是非常这样用力滑，然后到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就这样跳了，然后就可以再滑，然后跳滑。不行欸，不是啊，大招哭啊，不是欸，这20%居然没满，怎么会这样？等一下，奈安欸，还是宝物的问题，我们这边带的这个也是没用的啦，所以这个卸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能量的吗？完了，完了，生命值加成恢复，武器技能冷却也没用了。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能量？有没有？快出来救我！我开始研究这些冰凉丸，就是回复生命的，受到小怪伤害减少，受到 BOSS 伤害减少，得分加成，得分加成，武器技能我不要这个，武器技能缩短时间，好像刀鞘就已经那个了耶，对不对？出场能量加 23%， 好像没了耶，好像没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加能量的吗？是不是就这几个可以加而已啊？人数攻击，这个吗？不行，这已经是那个了，没办法再加。Oh my god! Oh my god! 死定啦！完了，那难道要带那个吗？回血。回血的那个猛东西嘛，我看一下我把那个放在哪里了。这边，好不好？就让他一直回血怎么样？回血撑时间，好不好？看看了各位，拜托了，不是啊，怎么会不够啊？居然不够欸，哇！糟糕了！嘟嘟嘟，那不然就可能要怎样？就是先用小胶，然后小胶换过来换零，然后零开炸，这样也只能这样，对不对？糟糕嘞！
没啦，为什么大家可以刚好那个技能满，好爽？还是因为是我是满命的零，所以才那个？不是哦，如果他这个镜像让我可以用飞的，早就过了。他就是不给飞哦。喂。哎、欸，他居然是给上面那只护盾了、啊。那个护盾到底挡到一次攻击有没有效果？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护盾，然后来去那个回血？这边就是疯狂开滑，然后等到下面那另外一边的时候，这边再跳滑，然后再疯狂开滑。然后这边在跳滑，干！不是哦，差一点点。我那边如果通过，然后吃，然后再开大，是有机会的。各位，有，感受到了。前面那边好像可以先跳起来，哎，对不对？先跳起来，有，感受到一点点机会了，各位。来跨买几嘞？跨买几嘞？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闻到一丝丝希望了。刚刚如果那边后前面那边应该是可以开滑，然后再通过，好不好？有，我觉得我应该不用卡到出事，好不好？明天搞不好一定行，我已经抓到一点点感觉了。明天一定行，好惨哦！来，没有哎、欸，白痴！我想说，我那边如果那个的话，但是回解速度是真的很快啊，各位。你看回满了，我觉得应该是这边起跳之后，那个我刚刚是有滑到了，所以血会没有。而且就算因为我们现在带那个湿水啊，所以被碰到之后那个回血也是很快，好不好？好，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我已经慢慢感觉到一点点机会了。加油啊，肉串！你怎么会这样？我以为肉串按下去我就直接满了，结果我居然没有满87耶、欸！还是大家是用其他支啊？因为我这边是用零，如果是用那个苍牙他们的那个能量，是不是更快满？有可能。不无可能欸，各位。加油！欸、我在干嘛？我怎么一直在受伤啊？哈哈，哭了。哎、欸，不是哎、欸，干嘛、啊？哦，在干嘛啊？啊！好，再跑最后一次啦，好不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来！不是欸，为什么奇怪、欸？为什么我的肉叉吃上去
居然没有满呢、啊？还是其实大家也没有满，只是就吃两次肉叉？没关系，我已经掌握到一点点感觉了。刚刚是因为那个滑步那边滑得太烂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老了，那个手部运动迟缓，你知道吗？很惨。喂。这边如果突然有出现一个东西，让我炸爆就好了。你看，不知道为什么我滑这边我都会手残呢、欸。这边还奇怪哎、欸。这边还是有点怪怪的，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啊。那如果大家有知道为什么我的肉串没办法让我的大招满起来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些看法，或者是你们就是如果切换成苍牙的话会比较快满，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结果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说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气选拔，好不好？果然不出，也没有不出哲平所料哎、欸，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原来天一那么低分哎、欸，你们当初选天一到底是来干嘛的？来嘲笑他是不是？他当初是高票当选的，结果他现在第最后一名。好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话，第一名的角色是我们的林哦，好不好？我觉得大家都蛮喜欢学武林的。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个小黑，那你们投给谁呢？也可以分享给哲平知道、哦。那二月三号这边有结果展示啊，到时候再看一下结果展示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接下来的话，我会再继续努力的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镜像，感觉快要慢慢抓到一点点诀窍了、哦。但是大招。真的好希望它可以满起来哦！好，我是徐皮神，再见喽，大家拜拜喽！